要的原子量和分子量。小乔，哎 ，N 几啊 ？N 几五。好了，你先听一下什么叫墨。嗯。墨是什么？六乘十二，二乘四方。OK， 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怎么样？爆炸。六乘十二三次方怎么样？就是墨尔，就怎样？墨尔的什么？中子量就会是一克。耶、哦！这么多个。中子量等于一克，这样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是的。这样这句话这样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还有没有别的说法？分子。分子，墨是分子。什么分子？墨是分子什么意思？原子组成稳定的形态。那是分子啊。那、哦、我说墨什么是墨？想问你是什么是墨？一个函数没有。墨不是函数哈，墨是一个常数。这有差吗？墨是一个人。墨它的常数就是六乘十二三次方，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计量的。所以它实际上可以写60000。它的意思就是这么多个，这么多个。不不不。知道意思吗？就是说我有多少钱，我有一墨的钱，我有一墨的元，就是有这么多个钱。假设这个钱改成中子改成元的话，我有这么多个亿元，那就非常非常多钱。你有几墨，你有几我们假设以一墨来，你有几间房子？我一间房子，我有十间房子，我一千间房子，我一万间房子，我有一墨间房子，那整个地球都被你干了。对不对？一墨啊，所以一墨什么意思？问题。墨是一个计量，是一个计量单位，它是一个数量，它是个数量嘛，墨是一个数量。这都是。好了，好 ，OK。那我们再讲一个反义词哦 ，HCl 加上 NaOH， 哎，我们 C 哦，生成什么？这是 Cl。哦。啊？啊 ，Cl， Cl 是氯。好。行。啊，氯。氯化氢是什么？我要再找。氯化氢是什么？是一种元素。它不是元素，它已经放在一起了。它是一个原子，是个分子。分子叫分子嘛？什么是分子？再来一次，什么叫分子？分子就是由原子组成的稳定结构。它会从几个一个以上的原子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原子上所组成的稳定的一个结构就是分子。所以说，氦。那分子量是什么？啊。氦是什么？氦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原子，它可以单独存在，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个分子。也是个，但是它是个分子，它是个原子，也是个分子，也是个分子，因为它可以单独存在，因为它是稳定的。啊，那氢呢？氢可以单独存在？氢不行，不行，氢不行单独存在，我是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有一个，它只有一个电子，外层只有一个电子，不稳定。所以它没有一个存在，所以它必须借人或跟别人要。对，它也可以，它就是它只能跟别人在一起了，跟另外一个氢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氢 H2。就变氧。所以这个是分子 H2 是分子，这个是什么？氧。一个的时候是什么？原子。叫原子，这样清楚吗？原子跟分子都有区别。对。可以区别哈，好。那问一下 ，HCl 是原子是分子？分子，分子 ，NaOH 是什么？分子啊，都不知道啊。哎哎，啊 ，NaOH 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了。它生成 NaCl 加上 H2O， 啊，你看这个 N， 这个 Cl 跟这个 Na 两个结合成 NaCl，NaCl 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氯化钠。氯化钠。听过没有？氯化钠。没听过。没听过。啊。我们常吃的盐巴就是这个。啊，不好吃啊，有绿耶，不好吃吗？可是我们可以不吃吗？可以啊，我们不能不吃盐巴哦，我们身体需要钠。对啊，可以吃味精。你的钠，我味精没有钠，我们要补充钠。可能我味精那么咸。我们要补充钠，一定要靠盐巴嘛，你的胃也会。我们加盐吗？加盐有些，有些有加盐啊，有些有加盐的，加盐的酱油里面有盐巴的。好。所以这是我们常吃的盐氯化钠，这是水啊，这边的 H 跟这边的 OH， 我是酷，它的水，是有，啊好，是酷氯化钠，想一下，还好吗那边？没有，没事。好，一个
一个氯化钠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不是一个氯化钠，一个盐酸要跟几个二氮二烯反应？一个，你还没讲一个哈，可以生成几个盐巴？一个二氮二烯螺分子，可以生成几个水？一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细数很好。那换个角度想，一千个盐酸要跟几个？一千个反应，一千个。我们家有一杯 HCl 溶液通常叫 AQ 啊，好，加上一杯 NaOH 溶液，啊，溶液就是水加上我们要的溶质嘛。什么是溶质？记不记得？溶质记不记得？忘记了。什么是溶质 ？Hello。就是被它溶掉的东西。啊，被它溶掉的东西。我就知道。啊。这是一杯水，我加上糖。这杯糖水是什么？糖水。溶液。啊，这杯糖水叫溶液。这水叫做什么？糖水。溶剂啊。对，这是溶剂。这个糖叫什么？溶脂。这样清楚吗？这个好几百年前教过的东西，记不记得？啊，这是我们现在学东西啊，在学东西，基本上我们要先记得名词。一些专有名词的解释，溶脂啊，你要先记得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讲啊，我们才有办法讲话啊。比如说英文的 I， 换你是 I， 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可以让我知道。What is I？ 字母，一个英文字母啊。My 啊，你是说眼睛还是说我？我 My， 对 I。What is I？ 米虫。啊，米虫嘞，啊，爱就是我嘛，我没这个字是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必须知道这个字，我才帮我们讲说 I am a teacher， 我才帮我去这样讲，不然你说你连爱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怎么讲话？对不对？这基本的，所以你要现在学这个学科也是一样，你先基本的名词要先搞清楚。好，溶脂、溶剂、溶液，搞清楚了吗？早就搞清楚，搞不搞清楚？非常好。好，这杯啊，没有。这杯盐酸溶液，盐酸溶液表示里面有什么？有溶液，有盐酸，还有剩下什么？有什么？有盐多。哇。有盐酸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水。有盐酸，知道。这是氢氧化钠溶液。有氢氧化钠。有氢氧化钠。有水，好，非常好。所以呢，假如跟你说，哦，这边有。溶脂氢氧盐酸十克溶到一千毫升的水，一千毫升的水实际上也就是一千克的水嘛。对啊，一趴。所以说这是一趴的溶液，这样对不对？错。对。错。然后哪里错了？那应该是1010。啊，对啊，1010，非常好。那不是用一千来算的。我说溶到一千克的水，你不能用一千来算，它要算百分浓度的时候，是必须用整个溶液的液体重量来算。哦。它应该是1点多多。清楚吗？趴。哦。这样清楚吗？是0.9多，不是1点多。对。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知道。这个清楚吗？在算重量百分浓度，这样算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所以假设我加把十克的盐酸加入999克的水里面，也就是我这边分子，分母要用一千来算，对不对？一千，所以是1%，这样问题？对啊。啊，所以我这是加了999克，就990克的水，啊，990克的水，好，我把它反应在一起之后放在一起，会变成什么？会生成什么？小子。可以告诉我吗？生成多少克的 HCl， 加上多少克
的水，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刚说什么？多少克的水？多少？有没有办法告诉我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刚才说的什么情况？还是十克、啊？好，来，我看一摩的盐酸啊，跟一摩的氢氧化钠反应啊，可以生成一摩尔，一摩尔的盐跟一摩尔的水啊。我这边呢，我们不考虑这个999克跟999克的水啊，我们把它倒在一起。这里面十克的 HCl 会不会跟这十克的 NaOH 去反应？会，会，结果会生成几克的氢？十克吗？二十，加几克水？十，啊，看起来物质不灭，十克加十克等于十克加十克，对吧？没错，错，怎么会错嘛？那边它不是融了很多水吗？水我们就先不管它，水先不管它。那就是19跟20克的盐。为什么是20克的盐？因为有十克的钠和十克的。这样老师，是物质要那个平衡吗？平衡，平衡，刚刚一都是一。平衡，都是一啊！啊，哪里不对？等一下，我说不对。那什么 HCl 和 NaOH 会反应吗？会反应，我刚不是写了，不然在写什么？H C 有在NaOH反应成氯化钠。老师，是。我觉得你这个题目好像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那个它这两个，那个 H C L 和 NaOH 都在写错了吧？你还是写了 H C L 啊。上面你是 NaCl， 下面是 H C L。它这样子。你反应后的，反应后的。啊，那这边写错了，这边写错了 ，sorry。啊，糟糕。是不是要写墨或者用？继续。那就是死啊。错，是不是要写墨？好，什么地方写墨？我这边没有墨啊，那没有克啦，就是反应后的。反应后怎么样？反应后的下面写墨。反应后的下面写墨什么意思？是下面这边写墨？不是，可以说除以克的，克是不是除以墨？等一下，我不懂哎。好的，你说那个加那个那个加那个，那这个加这个多少？对啊，对啊，这我这样十个是不对的，哪里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刚刚一千，为什么这不能加？我们刚刚这是讲的是一个人类，记不记得？所以我才用到十个 NaCl， 然后十个那个。可是这边是十克啊，怎么十克变十个？十克，那十克就不对啊，哪里不对？哦哟，十克就是不对啊，为什么不对？我错了，是十公克。我说的是十克的 HCl 加十克的氢氧化钠，会生成十克的氯化钠，加上十克的水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水会比较重或比较轻之类的。跟那没关系。为什么就比较重比较轻？分子的关系。什么意思？分子的关系？因为分子的关系，它会比较重或比较轻。你在讲的是？那听起来怪怪的。还是十个问题？也许是对的，但是要解释更清楚。你习惯的回答方式是用简答题，这就是简答题。分子的关系，因为天气的关系。其实我觉得分子的质量，原子的质量，然后原子的质量所造成的。什么叫做原子的质量？我看一下。原子的质量。好，刚刚你要说什么？不是你刚刚讲的，总是在讲一个分子以及一个分子。对，然后嘞？然后我们要在后面，如果要加十克的话，要乘以摩。十克的时候乘以摩，十克乘以摩什么意思？它是后面的。十克乘以摩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十克乘以摩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我对啊，你在讲一个东西，你必须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？十克乘以摩什么意思？意义是什么？我有来，所以那个氢的话，就是氢的原子量可能是1.008，就是用一嘿，然后嘞，然后氯的话是35.45。OK， 35.45，加35好，35.45加35好。然后钠的话是35.45，如果这样，现在22.99，22.99，还是23，然后嘞。然后是16，啊，16，然后加一，啊，加一，啊，秦云啊，你现在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样的关键？就是他们所占的重量的。所以呢，这是分子量，我知道。然后嘞，这是分子量。啊。
现在志宇讲是分子力量 ，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志宇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分子力量？一墨，是不是分子力量？我不知道，是啊，是分子力量。他现在把原子量加在一起嘛，把原子量加起变一个分子量嘛。哎，是分子量就是原子量加在一起。这样把一个分，把一个分子里面的每个原子的原子量加在一起就是分子量。这什么意思？冠廷。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分子量讲出来，然后要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？有没有帮助？一定有帮助，一定有帮助，非常好。因为什么样？因为什么样？其实自己讲到一个关键呐、啊。为什么这边跟分子量有关系？Because 想清楚。因为它反的东西其实。来，你让冠霖先讲。知道。因为它反应。简单。然后它反应之后要，就是要换。小丑。嗯。看一下，啊，谢谢你。那就是23加上 CL 的35，然后 OH 就是16加上。这什么意思？你先把这个，然后现在这个分子量先说23加35，然后这是16加上2，然后嘞，我这分子量写出来，然后嘞，这跟我现在讲十克加十克等于十克加十克，我说这个是错，有什么关系？我看大千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廖成佑，有，为什么？什么问题？哪里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下去一下。好，你下去一下。大姐，我懂。你懂这个比较重要，懂那个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记得上次有讲。对，我讲，对，非常好。记得了吗？你会吗？一摩尔的中子或者质子等于功课。啊！好嘞。那一摩尔的质子加中子。不是一摩尔的质子或中子，那都是一个。啊？对。那。我刚不是这边写的，一摩尔就这么多个中子，这么多个质子也是一克。所以有那种把原子量多少，只要是乘一摩尔的话，那都会是一公，都是一公，几公克嘛。不用乘以，不用乘以。哦。是。只要是原子量多少，它一摩尔的这么多一个。不用原子量，一摩尔的原子就这么多克。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要怎么把它看十克和那两只？好，来想一件事情。抓得不舒服。好，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啊。这个化学式没问题吧？这个分子量没问题吧？是多少？是，这分子量没问题吧？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说我一摩尔的氯化钠加上一摩尔的 NaOH， 改成的一摩尔的氯化，哎，对不起，一摩尔的氯化氢加上一摩尔的 NaOH， 改成的一摩尔的氯化钠加上一摩尔的水，这没问题吧？不，屁，啊？加一，加一在哪里？哦，一就那个，一就是一倍啊，一摩尔，一摩尔。我是说，那个这边加一啊，因为它们有点轻啊，现在原子量是一啊。啊，真聪明啊！哦，真运真啊！好，回来，一摩尔的这个东西加一摩尔这个东西，甚至一摩尔这个东西加一摩尔这个东西，这个有问题，懂吗？没有，好，现在一摩尔几克？一摩尔是一摩尔就一克。错，一摩尔，对不对？一摩尔的分子才是一克。一摩尔几克？那个一摩尔原子。一摩尔几克？一摩尔的氯化氢几克？36克嘛，不在这里吗？我们刚刚算分子量。对。我们刚刚讲分子量的意思就是40克。我一摩尔的这个分子，它是等于多少克嘛？40克。啊，这是40克。58克。18克。非常好。所以真正的意义呢，也就是说，我当我换成克数的时候是36克的盐酸，对，跟几克的氯化氢氧化钠反应，是正，跟40克哦，不是36克哦，有懂的意思吗？不懂，因为它36克是一摩，它40克是一摩啊，一摩可以跟一摩反应，36克不是跟36克反应，36克要跟几克反应？40克反应，可以生成几克的氯化钠？58克的氯化钠可以生成几克的水？18克的水，清楚吗？清楚。好，那对照到这边来，10克跟10克可以
一吗？不行。不行吗？哪里？为什么不行？因为那个 HCl， 这那个什么 HCl 太多了。HCl 太多，对，这样讲也可以。不过后面讲就讲，这墨数不相等。对。HCl 有 U。对不对？在墨数不相等的情况之下，它反应出来一定会剩下，会剩下什么？假如这样反应出来剩下什么？多余的。什么东西比较多？应该不能讲太多，应该不能讲太多，应该是 NaOH 太少。那意思不是一样的？因为太多其实还是可以反应的吧？不，太多不会反应，那跟谁反应？太多那就剩下来啊。都剩下来。那就剩下来啊 ，HCl 就剩下来、啊。对。对啊，就剩下来、啊。但还是有反应呢、啊。这些少的就没，少的全部反应掉了、啊。对了对了。它剩下这个、啊，这个剩下来、啊，就会剩下来、啊。是有剩就不算。剩下就不好了。懂不懂？好、啊，那就剩下来了、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看一个反应式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为什么学叫做体积末浓度？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末数，知道它的末数比知道它的百重量百分比重要。那我告诉你说，好，我现在给你 10% 的溶液，溶液这个溶液哦，盐酸溶液 10%， 好。都是 10% 溶液，氢氧化钠是 10%。我给你20克，这边给你20克。啊，我对不起，再跟着一样，给你 10% 的溶液，20克盐酸溶液哈，请问它跟 10% 的氢氧化钠溶液几克反应？就是有个溶液啊，溶液 10% 的意思表示说一杯水，一杯液体，一杯液体。里面有 10% 的东西，溶质，对不对？看10%。假设是100克的水，100克的溶液，里面就有10克的溶质。假设这边1000克的溶液，就是有100克的溶质，这样清楚吗？好，所以我把它调成 10% 的溶液了。我现在有 10% 的溶液，20克。我现在有 10% 的盐酸溶液，20克。你是说 10% 的那个东西而已？对，10%。它总共有20。就是你取20克出来，我现在先调好两杯嘛，这一杯是 10% 的氢氧，哎，盐酸溶液，这边是 10% 的氢氧化钠溶液，记成，你看好吗？试着听听看，试着听听看哈。有两克的溶质哦。对，就有两克溶质。好，我这边有 10% 的盐酸溶液，我这边有 10% 的氢氧化钠溶液，我现在从这边取了20克的溶液出来，我现在从这边再取溶液出来跟它反应，我需要取几克它可以完全反应？就不会有剩下，不会有剩下氢氧化钠，也不会剩下，也不会剩下盐酸。我取几克氢氧化钠溶液？这样子有问题了吗？要了，58克。不是58克哦。36克。要点几克？20克。很难算，对不对？老实说，我也很难算，我也不太会算，我不想算。我也不想算。可是呢，我如果告诉你，32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算，因为不好算，而且算的意义不大。可是我告诉你说，这边有一杯液体，有一杯液体，一公升，有一杯液体一公升，我里面放了1摩的盐酸，另外一杯液体也是一公升，我放了1摩的 NaOH。氢氧化钠，以后再在别的饮料里。不行。好，清楚了哦，一公升里面有沫，我从这边取了10毫升，跟这杯溶液取出几毫升，可以完全反应，几毫升？赶快，很直觉的告诉我答案。10，没有错，是不是很容易？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？我乱猜的。那你为什么猜死？因为我想说，既然都已经这样子，而且既然你要那么早拿到答案，那就是一定很简单，然后就顺说数。OK。为什么不要抽奖？就是很直觉的，来，我们下看，来下看。那为什么是死？下看。我这边是一公升里面有一摩哦，所以我取出10毫升的时候，这十毫升里面有几摩？一摩二。什么？一公升里面才1摩啊！
混拌完了之后，我从这个容易变取十克出来，那个十毫升，十分之一摩尔，一百分之一吧，一百分之一摩尔啊，里面有百分之一摩尔，有没有底？没有。我从这个一样公升里面有一摩尔的氢氧化钠里面取出十毫升，一百分之一摩尔，也是一百分之一摩尔啊。可以不完全反应？可以耶。就可以完全反应了，我们都这样。一摩尔的盐酸加一摩尔的氢氧化钠可以反应成一摩尔的氢氧化钠。那如果十分之一摩尔的盐酸跟十分之一摩尔的氢氧化钠，可以完全反应？同等的比。百分之一摩尔跟百分之一摩尔可以完全反应？可以。哎，这位同学，抱歉，我刚才讲什么？又恍神了啊！要随时记得提醒自己要回来啊！这样子清楚吗？清楚。所以我只要在最容易的时候，我的计算浓度的方式不要用克来算。我改用摩出来算，我是不是很清楚？我的取的量就很好算了。那举个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？这个东西就是个定义啊。我们后来又把这个容易这种容易的方式，这种浓度的方式重新定义。叫做每公升，如果你要抄的话就可以抄哈。容易里面溶值。的墨数，这叫做七墨浓度，把溶质的墨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好，墨数，墨什么？墨数，我要把它抄下来，对吧？那是什么？课本里面有了，但是你可以找一下课本在哪里哈。哦，没，不是公斤 ，sorry， 写错了，公升啊。哎呦，每公升的溶液，每公升的溶液里面有的溶脂的墨数。啊。溶脂墨数。每公升溶液等于啊，不对，三只。啊。哦，溶脂的墨数。这叫体积墨浓度。记得你还好吗？墨了。啊？你还好吗？随时要保持激情啊！它的单位，我们就是 m。这么多实在太绝了。单位就是 m。Hello， 单位就是 m。所以呢，假如说，请你调一杯 2m 的盐酸溶液。盐酸溶液。你应该怎么调？黄两个加在一起，徒手调。啊不不，这个工具我都先不管。你应该用多少的水加多少盐酸？一公升的水。然后嘞？一公克的盐酸。啊？我刚说二 m。一公克的盐酸。哈哈。一 m。我刚说2m 吗？2m 吗？两公升的水。2m， 什么是2m？ 看看。一公升的水。两摩尔的盐酸。啊，一公升不是水啊。调成之后是一公升的溶液，一公升的溶液里面是含有两摩的盐酸，才叫做 2m。为什么？因为盐酸是液体，两摩的盐酸呢，大概将近100多毫升。哇！你把100多毫升再倒到你的1000公克里，1000毫升里面的水，结果是你的溶液可能是1100多，对不对？跟你原先预期的1000每一公升嘛，1000是有差异性的。所以通常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怎么样调出 2m？ 先倒盐酸，然后再慢慢用。OK， 强酸在稀释的时候，不能把强酸放的盐酸再倒水哈、哦。你刚倒进水会喷开啊、哦。喷开怎样？你的脸就爆炸。喷开可能喷到你的脸。那先加一半的水。OK， 非常好。先把一部分的水。有啊，我就用管子这样喷的。啊对，先把一部分的水把盐酸倒进去，盐酸倒进去之后呢，它已经稀释一部分了嘛。但是就看它整个量是多少，整个量如果不到一公升了，再慢慢加水，加到一公升啊，这就是二 m 的溶液了，这样清楚吗？我这样讲清楚吗？有清楚，有清楚哈。完全才能懂。哪里不懂？你说要说一次。因为我们要加二 m， 我们要做一个二 m 的盐酸溶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溶液是粘稠。好，简单来讲，我要做一个二 m 的盐酸溶液。我要做一个
2m 的圆的容易。假设我的容易是1000毫升，我的溶脂应该多少摩？两摩了，是不是两摩？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反对的请举手。两摩，我不知反对啊？我头脑都爆了。哪里该爆了？为什么快爆了？喷过。因为他我。哪个地方不懂？就是你如果仔细听不懂，情有可原。如果你是一直恍神不懂，那我没办法。那你现在如果不懂，请你告诉我哪里不懂。我在。怎么样？哪里不懂？这个。哪里？这个字不懂。不是啦。这个字不懂。那全部的东西。全部的东西。好，这是一个定义，这个定义叫做体积末浓度。啊，体积末浓度。我在定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在定义这个东西的时候很简单，是每公升溶液分之这个溶液里面溶脂的摩数。现在才发现我。清楚吗？清楚吗？清楚。清楚。我刚讲什么？讲的摩尔浓度。那还讲清楚？清楚吗？清楚呀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只说那个。好，每溶脂的摩数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老师那个，所以你上面写这些都是那个体积摩尔浓度与重量百分浓度的差异。对。老板，但是我现在讲的体积摩尔浓度哦。他说什么？因为这是学习单里面的第二题。溶脂的摩尔数就跟2NHCl 是一样的意思啊。就是你不是写 2NHCl 那就是溶瓶子，那就是那个摩溶脂的摩尔数。不需要解释。对，溶脂摩尔数就在一公升里面 ，Hello， 在一公升的溶液里面，一公升溶液里面，这一杯溶液里面，我要求二 m 一点。二 m 的意思就是在一公升溶液里面有两摩的溶脂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真的，我需要一点时间你。啊，没事。好了，这个，我真的有点搞不懂。停，这没有关系，听不懂你就想听。这一样，我以前是不太懂，我就想很久哈。你有趣。好，我们先想想看，什么叫做百分之十的溶液？百分之十。什么叫百分之十的溶液？就一百份里面有十份的溶液。哦，对，有溶。百分之十是吗？哎，它的溶液。你说一百份里面有百分之十有十份的溶液。100份有10份的溶液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十克吗？没有讲清楚定义哦。溶液、溶脂、溶剂要讲清楚。100份里面有10份的溶液是什么？啊，100份。100份的什么？里面有10份的什么？100份的溶液。嗯，然后嘞？里面有10份的溶脂。OK， 非常好。清楚吗？清楚。好，这样是有差异的哦。你刚讲100份里面的10份是什么？我不清楚。100份是什么？不知道。100份，每100份里面，每100份的溶液里面有10份的溶脂，所以这个10%，没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没问题吧？就是说，这10%的盐水，这也是一杯10%的盐水，所以我每取一克。真的，100份的盐水，这是10%的盐水，10%的盐水。我每取一克的这个盐水里面，这里面有含几克盐？我每取一克，这里面有几克盐？什么声音啊？这是一杯10%的盐水。我每取一克出来，这一克里面有多少盐？不知道，已经计算好清楚。多少？10%。10%几克嘛？我知道10%，这10%的盐水我已经知道了嘛？我这边取一克出来。这一克的盐水里面有多少克的盐？零点一克的盐嘛，清楚吗？清楚，是不是清楚？清楚，清楚吗？确定清楚啊？对，我清楚。对，是10%的盐，然后取出10%的盐水，不是10%的盐。啊，10%的盐。盐水，我取十克的盐，我取十克的这个盐水出来之后，主要是十克盐水里面有几克的盐？0.1。这十克的盐水啊。有几克盐水？有几克盐？一克。对吗？清楚吗？清楚。清楚吗？啊，容易的，容易的。郑宇，对，